余生与死仍要归于。喂，你好，你不该待在外面，太危险了。怎么回事？嘿，你听到了吗？是你孩子的父亲。孩子，等等，你说 Rose， 他在这里。Rose 是他处于险境，母神 Miranda 把他带进村子后，我们已经陷入了黑暗。你在说什么？这些怪物吗？城堡的钟声宣告了危险，他们要来了。等等，钟声在哪里？母神 Miranda 是谁？钟声为我们而鸣，他们又要来了。这里，估计这是去城堡的路。